哎，老婆，是我。哎呀，不好意思老麻烦你了。不过这次确实得让你帮我个小忙。我明天准备带当当回家，你能不能先给我个几万？喂，喂，嘿，真行，几万块钱成这样。小朋友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想把这个号卖了。你家大人呢？我家大人没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如果让我爸知道了，他肯定不会让我卖号的。孩子，我们这儿不收小孩的东西。如果你真想卖的话，回去把你爸爸妈妈叫来，我再收。爷爷，我爸爸身上连一分钱都没有了，而且连房子都是别人的。我爸爸把他心爱的东西都卖了，就是没有卖我心爱的东西。我想把我的大号卖了，把钱给他，你就帮帮我吧，爷爷。孩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我是严宝九的儿子严当当。严宝九，就是那亿万富翁的严宝九。对。行，那爷爷为你破个例。你想卖多少钱啊？因为当时我买的时候是3万多，我想卖3万。孩子，这大号啊还有折旧的，再说行里也有行里的规矩，25000，行你就留下。谢谢爷爷。行，你等着，我给你拿钱去。大号，你非得要乖啊，听爷爷的话。当当一定会把你赎回来的。来，孩子，这个钱是你的，这个呢就归我。怎么样？爷爷，你能不能把这个号给我留着呀？我以后挣了钱，我多给你点钱，我再把这个号赎回来。好，爷爷答应你。谢谢爷爷。孩子，放心，爷爷一定给你留着。当当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一大早上，爸爸、何叔叔还有你们学校都打遍电话了。你不知道今天要回山东老家吗？你早上跑哪儿去了？从哪儿拿的？你找谁要的？你去你妈妈那儿了？我把大号卖了。谁让你卖的？啊？我同意了吗？就卖？卖哪儿去了？给我把大号拿回去。我不去。给我去！谁让你卖的？必须去！这大号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没我允许，谁都不许卖，听懂了吗？卖什么都不能卖大号，跟我走。我不去。去不去？不去我揍死你！听见了吗，严当当？我不去。严当当，我再说一遍，必须拿回来，听懂了吗？走。严当当，爸说话你不听了是吗？你长本事了？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也瞧不上你爸了？嫌我没本事了是吧？行啊，瞧不起我跟你妈过去，你妈有钱，跟你爸去过好日子去。走，跟你爸去，滚，都给我滚！滚！我跟那儿的爷爷说了，让他给我留着号，我不想回我妈妈那儿，要和你过。
平，你放心吧，当当就一个月的假期，到时候你不让我回来都不行。不过说实话，哥们儿，这次多亏你这宝马了，要不然我这面子可就没地儿放了。好嘞，拜拜。等等，唱个歌啊，我们高高兴兴的回老家，快。是不是想你那大号了？哎，爸爸给你吹一个号曲怎么样？你听吗？你没大号怎么吹呀？爸爸可以用嘴模仿啊，用口技啊，爸爸用嘴模仿的可像了，你听听啊。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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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这也太像放屁了！我这掐死你，臭小子！那你给我学一个不像放屁的，我听听。你这更像放屁。那我们俩一块儿用放屁的声音吹一个得了啊！等等，走，爸爸带你看看爸爸出生的地方啊，走。这儿就是爸爸出生和生长的地方，漂亮吧？嗯。爸爸就是从小在这儿长大，然后去了北京，然后才有了你。不是，先有妈妈才有我。嗯，小子说的倒是挺对，没错，先有妈妈后有你。爸爸，那些小房子真漂亮。啊，那当然了，那爸爸村里的房子。哎，对了，等等。记不记得爸爸临走前嘱咐你说的话？记得，我们现在身份是荣归故里，不是走投无路。滴水人生。嘘，后两句谁教你的？不不，忘掉它，忘掉它，不许说，永远都不许说啊！记住了吗？好，走吧。包九哥，是包九哥吗？大山子。哎，真是包九哥。包九哥，真是你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包九哥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。哎，咱俩十多年没见面了吧？有了有了，不过你没怎么变样，就是头发有点白。哎呀，农村人吧。哎，这是大侄子吧？对，当当叫高叔叔。高叔叔好。哎，你好你好。哎，嫂子没回来啊？他忙，没时间。啊啊，对，你现在是大企业家了，听说你都趁好几个亿了。哎呀，都别人瞎吹的，你忙什么呢？哎呀，接我爸的班，当个村长。你都干村长了，你厉害啊！哎呦，什么呀，我这村长当的。包九哥啊，这次回来能多待几天吧？能住一段时间。改天啊，咱好好唠唠。行，今天我就不耽误你了，我给你带路，咱回家。好好好好，好吧，我开车去。好嘞，好嘞。